我手是好看的，但这样看得到我的应该是不知道的。对的啊，对。他就说，如果你真是懒得叫你呢，懒得写，哎，你们不听是不是？如果他懒得写的时候呢，就会被你听。我他懒得写，好，他懒得写。哎呀，干什么？搞笑。哇，偶像剧耶，刚刚。哎呀，干什么？哇，偶像剧耶，刚刚。两个人一起来守，会不会心里要更有底一些？有安全感，很有安全感。对。你弹这个给我听。哒哒哒滴哒 ，A 九吗？真的特别开心，特别幸运。以后有他的真人秀，如果请我的话，打八折。要不然来，你还害羞干什么？不要诱导啊！我放掉了。跟你演过剧没有？没 ，MV 演不好。